我觉得《候鸟来的季节》是一部非常有内涵的电影。那它里面除了有关于台湾整个生态环境的描写，然后也有很多关社会还有环保议题的刻画，然后再来呢，还有关于家庭伦理、还有亲情、还有爱情各方面的描写，所以它里面内涵非常非常的丰富。其实我看完到现在还深深的陷入在那个情绪里面。那我很诚挚的推荐给大家，希望我很觉得它很适合全家老小一起来观赏这部片子。